三军联合作战训练测考联勇操演是国军年度的重要操演之一，每年经流路管制单位进训，搭配海空军火力支援，磨练各级干部三军联合作战能力。联勇109-7-8号操演日前圆满结束，尽管近日寒流来袭，陆军机部269旅参演官兵不畏寒风刺骨，展现高昂战志，顺利完成操演任务。现在就让我们跟着军文社采访小组了解这一次的操演实况。旅长林少将与三军联合作战训练测考精神动员时，勤勉官兵发挥平日陆力训练的扎实成果，平安顺利完成此次测考。随后全体官兵一同立功宣誓，高呼精神口号，并在战备检查后实施指挥所转移，前往战术位置执行指挥所开设作业。操演过程中，269旅依战况响定与当面敌情实施参谋作业，研拟行动方案，准备阻歼来犯之敌。此次操演主要是在验证联兵营干部在三军联合火力申请下能够熟稔熟悉，进而提升干部指挥协调能力，官兵能在作战技巧、军事素养、战术动作上都更有所精进。这段期间历经了多次的训练及多次的演练，在刻苦的环境下，我相信更能提升官兵的战斗意志、精神士气及军事素养，未来绝对能担负保卫国家的使命。国军执行战训任务不分昼夜，在5天4夜的测考中，269旅实施夜间攻击实弹测考，验证官兵夜间指挥及通联协调能力。操演过程中，弹道轨迹与照明弹的火光相互辉映，照亮深夜的训场山头，场面十分壮观。在测考的最后一天，269旅在副参谋总长邱树华中将示导下进行地空整体作战操演。清晨天微亮，官兵已于集结区待命，执行操演前整备，完成弹药装填与车辆检查等工作，为即将展开的实兵操演做好万全准备。操演首先由155榴炮、12洞迫炮及81破炮等各式火炮实施检验射击，随后269旅联兵一营依操演响定，申请空军及陆航空中兵力支援，协助地面部队开创有利态势。随后 CM-11战车、云豹甲车搭配炮兵部队，发扬制胜火力，向敌阵地发起攻击。在情感上，就是大家很团结，因为大家都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职务是什么，然后做的事情，然后每个人都只要放下去，所有人就是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就会做得很扎实，大家都动作都会到位，不管是今天哪个干部讲什么，所有官兵都会马上把事情做完，然后也会一起就是团结的把事情都处理到好，不会有任何抱怨声。之前在受训的时候，我们都是做空操，然后装的也是那种没有危险性的训练弹，然后这次来到联勇能够用实弹射击，然后真的体验到那个弹车炮打出去那种震撼的感觉，弹壳抛出来要去处理那个抛出来的弹壳，要在几秒钟之内马上完成装弹，这跟之前的训练弹都不一样。我觉得联勇算是当兵的一个必经的过程，至少也要都要打过一次联勇才能说自己真的当过兵。
值得一提的是，在操演过程中，两六九旅配属部队也运用政战作为，实施新战喊话，鼓舞官兵士气。何里在去年十一月中旬来到联训基地，在经过一个半月的三军联合作战训练测考，我发现本旅的官兵在士气以及团结向心上均有明显的蜕变，在基地从严从难的实战化训练，今天圆满达成本次的测考任务。我相信在经过本次的测考洗礼，本旅即将带着荣耀归建，并担负着保国为民的神圣使命。军以战为主，战以胜为先，训练是战力的泉源，更是战胜的凭借。国军遵三军统帅蔡英文总统以实建军的指导，从严从难从实执行各项战演训任务，陆力提升部队整体战力，使之成为国家安全的坚实后盾，以不负国人的职责托付与期待。